PVZGW2 僵尸主线破光又回来了。好，我是老师。好，今天我们又来破其他的僵尸的主线喽。好，和这位耐心博士说话。没找到，好像没找到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之前就是这个主线啦，第一个，然后我们先看这个，哇。什么意思啊？僵尸说很有趣啊。读成梅波洛尼，梅波洛尼，没问题。好，就是说没有那个人吗？好，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描述吧。嗯，好，我们开始任务。对，把门拿出来。哎，把门找出来，拿到脑袋。好。嗯，我们要去植物的那边呢。好，脑袋。Brains。没菠萝泥，没问题。其实菠萝泥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去拿。哦，又是这个。工程师，哦，工程师换了，哇，聪明脑袋，继续。哦，工程师真的是太棒了。对啦，就是这个传送器。好吧，好吧，就信这个工程师吧。哦，果然是有门呢，看到吗？哦，哎，安全的嘛，工程师。好吧，我们进去啦。喂，直接回到来这边干嘛？什么事情？喂，我又不能变到哪里去，什么事？就是说失败了吗？哇老，真的，好吧。好吧，那我是新人啦，进行这次吧。哇哇，一开始打玫瑰啊，哇惨，锤子弹，呜呼，来吧，铁拳，哇，被你锤过，喂，什么事情又？哇，我们想打爆他嘞，这个工程师喂。他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啊，好吧。是这样没做好。哇，你再下去了，我真的是要神龙拳给你了，到时候就砰砰砰砰，好吧，我再来一次。哇，一来哇一来就打完哦，哇哇还这么多只，神龙拳给他，神龙拳给他，哦，很痛哎。干嘛喂？哇，老喂。不行啊，飞踢！哎，全修好了。哇，好吧。我觉得没脑袋了。好吧，我们先进去吧，脑袋。我去。哇，什么事？算了。好，我们再和他说话。哦嗨，脑袋，见到你了。哎，大炮，有吗？哦，左蓝是大炮 ，shoot me， you shoot me， 好，进去吧。呜呼，哇，飞得这么，我惨，直接进植物的地方哎。哇哇哇哇，你打架吗？打得赢吗喂？现在去哪里啊？哦，去那边。我惨了，我后面给人家试哎。管他了，我们去哪里喂？猥
收。哦。哦，好，任务完成。嗯，好，这次的主人也是没什么说的。好，僵尸都是一些搞笑的任务吗？好吧，那时间也是不多了。好，主线就在这一边了。好，哇哦，好大个飞船啊！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。